每到共餐时间，总会看见一群穿着蓝背心的人忙进忙出。他们是脸书社团“我是永和人”的爱心志工，社团团长王俊斌和社团管理员积极经营脸书，目前社团人数将近7万人，常常号召团员做公益服务。这回透过永和名人讲堂，有机会听团长王俊斌分享创立社团时的甘苦谈。听王俊斌来分享一下，就是这几年来哈创办我是永和人社团的心路历程，哦，然后还有整个社团的演进，从无到有，然后我们这几年来大家一起在社团遇到的事情，然后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个活动，然后跟大家分享我是永和人这个社群的。9月3号晚上7点，欢迎民众前往永和国中演艺厅，感受永和人的活力与魅力。在这个全民使用网络的时代，看团长王志斌如何把社团规划的有声有色，展现永和人团结的力量。中央新闻陈嘉云永和报道。